好，地震发生当下正值上班时间，不少车辆行驶在中彰快速道路上，突然一阵天摇地动，所有车辆是立刻减速，就连台中亚大附一的这个同仁呢，还目击一辆大货车瞬间变成了摇摇车，直呼好可怕。有台中亚大附一的同仁，当时正准备前往医院上班，他与丈夫两个人都在车上，那么途中行经台74东向太平往雾峰方向29.3K 处的时候，恰巧碰上了地震，当时呢目睹一旁的大货车左摇右晃，瞬间是变成了摇摇车。好可怕啊，是不是要离这台车远一点？驾驶事后表示，当时正在开车，起初只感觉一阵小晃动，没有想到越来越大。接着就国家的警报响起，那车子就开始明显的晃动。那在我们右前方刚好有一台货车，那可能载重比较多，它整个晃动的很大。那我与我太太呢就非常害怕他会压倒下来。虽然地震发生当下所有的车辆是立刻减速了，不过夫妻俩还是非常的担心会不会被右方的这个货车给压到。乘坐在副驾驶座的太太也惊慌失措，但还是想说要赶紧到医院了解状况，处理突发的事件。幸好地震很快就过去，并没有酿成伤亡。